干咩？迄是出现咱家己的问题哦。中端不到第一大派，就是达赖喇嘛一派，建立甲宗教做袂。第二个派别红衣喇嘛，伊是黄衣哦，黄衣喇嘛就是达赖喇嘛。啊，这红衣喇嘛搁一派，搁来灰衣喇嘛，灰衣荣耀的灰，搁来白衣喇嘛，搁来乌教，就是帮。甲西藏的土地的民间生活同做伙，叫做帮乌教。以前一个叫林文大师，发来台湾，足侪水查某囡仔吼，伊明星拢甲伊做伙咧合法。后来，密宗一个最大互人，哦，这个华人社会上骂骂甲臭头皮啊，就是伊有受这个印度叫做 Tantrism， 坦陀罗主义吼，啊 ，Tantrism， 这 Tantrism。就是性的崇拜，印度教内面有性的崇拜，哦，男女性的崇拜，哦，这恁这少年朋友吼，少年学生可能也唔知影，伊受这个密宗有受这个坦途利士怎么样，足深，所以伊的修道方法啊，伊的佛像，拢男女都做伙，看像哦，相关的像有这个叫做无上瑜伽，无上瑜伽，这是属性。这是事实，相信法的修习，这是事实。所以这点吼，安尼我们未甲臭头皮啊，我们真真正佛教啦，安那样啦，我讲这是足有公道的啦吼。所以你爱研究人的民情风俗，吼啊，他来下定论，来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每一个宗教是非常复杂，唔是讲讲我信佛，啊，你信对一派。啊，这中国佛教拢做十宗的，两宗小乘，八宗大乘的。哦，信这个净土的，哦，信这个天台的，哦，信这个这个宗的，哦，信法相宗的，足济，哦，信这个一心专心不离文殊神宗的，哦，所以吼，甲基督教，啊，基督教足济派，台湾的基督教一百分之派，台湾的佛教我看一千派以上，都一间寺庙一派啊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咱哦，恁这青年囡仔爱了解宗教的一个问题。过来，第二款就是民族宗教 （ethnic religion）。这个民族宗教就是用民族做主体的信仰。哦，这个民族宗教全世界真济，比如讲印度教，咱也不咧信印度教，但是信印度教用足大地佛教啊。哦，印度人的宗教就是 Hinduism。印度人口怎啊十亿个哦，强强要超过中国啊！中国十三四亿有啦，十一亿，印度的经济将来比中国更加好，十一亿，啊，印中间的 Hinduism 是印度人的宗教，民族宗教第一个，影响三四个宗教，第一个就是 Jainism， 其他教就是印度教影响，先例，第二个佛教嘛 ，Buddhism， 第三个 Sikhism， 锡克教，锡克教。这个教也是这个本教，印度北方一个民族宗教，哦，啊 ，Jainism 也是民族宗教，啊，佛教已经国际化，不是民族宗教，国际性宗教 ，international religion， right？ 啊，这就是哦，民族宗教的印度教。第二个嘞，波斯教，波斯教人数不是足济啦，分布伫伊朗偏僻的所在，原来伊朗就是波斯啊，后来改成伊朗。波斯教影响足侪宗教，影响犹太教，影响基督教，影响伊斯兰教，嘛影响印度教啊，因为同种族个啊，印欧民族啊，所以波斯教是民族宗教 （ethnic religion）， 即种咱拢来派一个概念一个清楚。来第三个犹太教 （Judaism）， 犹太人的宗教，犹太人的宗教，即、这个宗教和一个奴隶民族。做奴隶450年的民族觉醒，啊，离开埃及做奴才的，就是摩西用一个宗教，啊，互伊觉醒，啊，甲带出埃及做奴才的，因为埃及人是多神论，用一个一神论做宗教，啊，互伊觉醒，啊，我大概过久吼，过一两个月就一本新册，叫做《摩西甲犹太教》，去出版，出版，五万一本册出版，给咱启发台湾人独立建国的迄个意志，迄、那个意识。所以我看恁遮学生有一款的概念，这是足好个啊，非常好个代志。啊，知影讲请咱个
乡土啊，听咱的未来啊，未来台湾是肯定哦，肯定哦，阮已经是拢老啊吼，是肯定会奋斗在努力。所以犹太教是民族宗教，安尼三个，也佫有哦，日本的新道教新多一种，日本民族的宗教啊，新道教内面有真济派，但是伊是日本的民族宗教新多一种。也佫有咧儒教、道教，伫华人的宗教，这毋免讲啊，对不对？儒教、道教，但是儒教、道教外国人咧描写这儒教、道教拢讲唔对。我来读外国的册。管你是什么英文，还是法文，还是德文，一概拢将儒教当作儒家，孔丘啥物事当作儒家咧了解介绍，这唔对。儒教国家儒教伫台湾，啊有教派儒教，国家儒教就是高贵级别，迄、那个济公子迄个，所以讲宗教甲政治观呢，国民党足厉害，利用这个教书者，啊伫遐咧拜孔子，用咱的税金饲一个大神、智神、先师、皇师，看讲。控制生死啊！我教伊孙啊，伫做，啊，甲咱教教啥物？教儒家思想，术语就是礼义廉耻，啊，八德是重要性来信仰着，即非常浓厚的即个儒家思想。民族国家都无咧讲忠，民族国家拢责任、责任、责任、责任公民，伊还佮咧教咱讲忠，啊孝，伊若讲孝爸母，咱嘛较甘愿，孝爸母官咱就做唔甘愿，是毋是？啊，所以遮个物件吼，也是讲礼义廉耻，教了哪拢总会通。恁拢走路拢八字脚，查甫变做 gentleman， 查某变做 ladies 啊，啊，哦，对面安尼，即卖青年人安尼，你乱正正哦，家己，啊，这是一个问题啦，吼，所以儒家、儒教是这个，人讲儒教就是一个民族宗教，啊，道教嘛是同款啊，外国人咧要想道教，那汉博化，道义上，拢咧讲道教，啊，无咧讲张天师迄个道教啦。所以我的英文，那从这个宗教方面，那个叫做 religious Taoism，religious 空虚啥哩的，这外国人比咱还慢的，咱一旦弄清楚，因弄唔清楚，所以我咧看讲啊，这儒家的思想，这道家的思想，这东西道教，有点所有道理讲唔清楚，他给你控制的太紧，啊八卦底下，啊你骗啦，所以这做学问吼，爱真谨慎，是讲安尼静态公共，后来。民族宗教叫做 Jainism， 伊那教恁听哩听 ，Sikhism 锡克教，咱听就包着头壳，真大汉。你过迄个，伫香港你过金马店，迄个锡克教，这拢属于民族宗教。来国际宗教、民族宗教，也佫有国家宗教。每一个国家就是讲，我需要一个宗教来支持我的这个政权啊、政体。泰国的国家宗教是小乘佛教，就是上座部。英国的国家宗教，你看即位这个英国王子，这结婚的是首人主持英国圣公会宗主教，肯定不是宗主教主持，啊，伊们圣师长老会嘛那边啊，至大上帝愿你做我英国金色公爷第迄就是戴安娜王妃死的时，丧葬的伊们因家有那真怀念有那跟这个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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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跟这个调。就是一个音乐就知讲哦，原来就系，原来英国重大仪式，不管你政府什么重大仪式，教会来出现国家宗教，叫做安利甘教会 （Anglican Church）。后来，一个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宗教就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啊，伊朗的国家宗教西亚，所以西亚势力足大。啊，日本的国家宗教即马无啊啦，以前有哦。我受过日本教育，日本的国家宗教新道教哦，新道伊什么？哦，所以我才拜神社咧，正月初拜神社，日本的这个皇帝生去拜神社，啊，就念皇帝的古经，阿摩尼，我甲咳嗽，像即马恁咧念那个意志力国民革命赶快，来念咧皇帝的古，啊，拜神社，国家宗教拢有这款的仪式，来。啊，这是啊，国际宗教三个，民族宗教七八个，啊，再来国家宗教嘛，真济哦。还佫有民间信仰，即全世界拢有民间信仰，唔是干台湾有哦。即、这个宗教那是甲外来宗教，还是甲本土的宗教合作会了后，哦，
所出现的宗教现象，拢是 folk beliefs。所以英文的民间宗教吼，诶，民间信仰，迄、那个 belief 是复数。我举一个例来讲，你会清楚。啊，即种甲左右一个人的政治态度，像讲妈祖崇拜群、王爷崇拜群、大舅公崇拜群、王母娘娘崇拜群、太子爷崇拜群。来的啊，土地公崇拜群，真侪崇拜群的综合，来，这叫做民间信仰。所以英文就是用单数啊，哦，你讲 folk religion 宗教，伊在用这个单数，但是 folk beliefs 复数，也会变啊是同款哦 ，Dominican 哦，诶，这个诶，迄个罗马天主教多边会应用会变的民间信仰足侪哦，啊，所以真侪民间信仰的集合拢。菲律宾人恁遐老者，拢是天主教的影响。比咱台湾老者，啊，日本呢，哦，山角崇拜、富士山崇拜、伊豆摩拉伊社的崇拜，啊，塔努基、狐狸精的崇拜，啊，献祭崇拜，一大堆，这拢有日本的这个佛具比，全世界拢啊，台湾也有啦，哦，台湾的民间信仰哦，儒道三道人人做一伙，啊，甲咱的这个风俗习惯拢结合无，分袂开。啊，搁在左右台湾人的价值观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连你信仰说，人若咧做酒，你嘛袂使食肉，敬度你嘛爱对人食菜，看伊影响来够偌大，这就是民间信仰，全世界拢有。搁一个新兴宗教 ，New Religions， 啊，感觉讲对这个社会失望，啊，对传统宗教失望，啊，社会危机渐渐，啊，感觉人吼。人的画面雕波色，今仔日伫里面死翘翘，会产生新兴宗教个 new religion 时候，啊，这新兴宗教本介济，啊，台湾嘛有几个啦，比如讲天地教、天德教、安万智慧道院，哦，啊，啥物台湾的囡仔神，台湾的，但是日本的搁较济，天理教，哦，啊，过来你捌听过天理教，对不对？啊，西藏老爷、新藏之家，跟日本的新宗教。日本的这个奈良有一个更加古锥的战后所出现的，不是用日本人的名来号召他的名，叫做 Perfect Liberty，P.L. 教团，完全自由的教团。啊，安那伊我本身有去甲调查，有去甲奈良甲贝叶塔、东京塔过来，就是这个 P.L. 教团的专日本第二馆的塔。我讲为什么印塔用汉文那是日本话，可能的宗教的名来用这个 P.L.教团，这 PL 教团吼，日本的这个中学的 baseball 高中 baseball 专日本拢冠军，拢第一名。伊安尼跟我讲的，伊讲日本的新道教无效啦。战前咧国家主教拜新社，讲日本天皇是皇帝，啊，结果马加萨甲打败的，阮日本拢战败。啊，所以日本神都无路用啊，比西方神较含啊。啊，所以吼。完全新的教团，完全自由的教团，不要用日本人的名，我们用 perfect liberty， 完全自由的互通哦。所以你若有机会到这哪啦哪一名哈，你去看这个 PL 球蛋，哦，足注意啊，人真亲切，会上一撮分的一款，这叫做 new religions， 真侪。啊，我国在台湾的这新兴宗教，有一个叫做巴海会，巴海大同教啊。听有，伊台台有一个印度来叫做 Hare Krishna Movement 加菜，啊，还有个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超级静坐，这拢是新兴宗教哦。啊，基督教对韩国来统一教哦 ，Unification Church， 哦，啊，摩门教哦，基督教的狂门嘛，摩门教就两个安尼骑官带脚踏车，啊，达火龙加你传教，啊，有迄个妖化见证人哦 ，New Religions， 来。用咱一个甲政治上关系的宗教，有人无安尼信分，哦，但我宗教虽然我安尼信分，叫做类似宗教，类似宗教，英文叫做 quasi religion， 似是而非的宗教。因为宗教伊个唔先进啦，伊个伊唔是宗教，宗教的条件拢总有，就是咱台湾的三民主义教，这叫做类似宗教。共产主义有哪想法？哦，这足厉害！这麻醉人心、独裁政体，拢对这款的政治宗教开始。
我分析给恁听。一个宗教的基本条件要有教主，哦，凡人；第二是要有经典；第三要有信徒；第四要有宗旨；第五要有做礼拜行为这个仪式。来，我一个一个讲给恁听，给恁开启恁的恁心目一下。三民主义在咱的宪法里底强调，害死台湾人民自由甲这个关系哦。三民主义教的教主是人孙文啊，孙中山。三民主义教的先知先觉，就是这个三民主义下面的总统啦，啊，总统啦，文武百官啊，做过总统的人，啊，蒋介石、蒋经国这种东西。三民主义教的教主哪有教主啊？有经典无？有哦。三民主义就是伊个经典，啊，所以恁吼以前拢爱读国父遗诏哦，读甲叫人家，读个要死，迄个无路用个代志，个物件，不能一线现代，一个 idea 啦，就是一线现代，哦，那即卖用即卖先进哦，二十年就过时啊，爱一百年前个代志，哦，三民主义，啊，这个是伊个经典，过来咧，有教条无？有哦，国父遗诏就是伊个教条啊，信徒有无？国民党嘛，就是伊个信徒。啊，过来有礼拜时间就有哦，有哦。即马唔知要过有多，我唔知啊。以前吼，我咧读册时，周会啦、例会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爱先国旗，就唱伊迄，以前是国旗来当地歌啦，山泉转哩，啊，就带安尼，拢唱迄，啊，所以去，啊，来唱伊的迄个党歌啦，哦，三民主义武当所中，迄敢是国歌？迄国民党的党歌嘛，来唱啊，唱出来吼。所以，孙中山来，真是敬拜哦，是警察无假样尔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你捌做过？捌无？迄就是拜拜。所以你爱念皇帝贴布哦，哦，因为国民党用什么主义搞把咱霸住，塑造一个新皇帝崇拜，会怎解释？蒋总统敬礼啊，立正，阮做兵的孙，哦，蒋总统的立正，袂使学袂来，新皇帝嘛。啊，现在就念孙中山的铁骨遗志力，国民革命完事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，迄就是皇帝铁骨。我吼读小学的时，日本的皇帝铁骨是真，我摸呢，我甲考索是这样子。这期方面，你拢是学生啦，是一个老阿伯啦，九十岁，逐期都参加，吼，迄真我摸呢，对头，两个月伊拢比我较厉害。一个独裁国家就这哦。迄个做礼拜时间嘛，啊，以世界观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咧，啊，就是统一世界，这就是宗教行为啦，这叫类似宗教。啊，类似宗教绝对是独裁政府才会做啊，民主国家无咧叫你来信三民主义啊，所以你去做兵哦，你得信主义。世间后尾民主国家叫人信主义的，主义会变啊，你是信领袖。世间后尾管了，下面三副的就是。西江军校的哦，国家责任荣誉，你若有机会去西江军校看，国家责任荣誉是美国的军校，伊较好，伊个伊个一个领袖哦，主义领袖，害了了。所以恁在读册，那么像有机会像即摆安尼吼，我是做大学教授足久啊，四十五年啊，你我六十岁就退休，出来十四年久的时间，拢在教大学，古今大学、东海大学，即摆中央大学。拢做兼职教授，所以我的经验已经足丰富。我三十五岁就做讲师啦，老师呢今年已经七十四岁，所以我有资格通对恁讲遮个话。即款的经验我拢有，拢是熟悉的哦。所以类似宗教就是独裁政府才有的物件。一个党歌用作国家的歌，只有独裁政府才做得到。好来，那我讲这宗教范的规划范围，互恁听。归根究底，这宗教对政治有影响啊无？有，影响足大足大。国际性宗教，哦，恁人想讲，恁人想讲，哦，蒋介石信耶稣，啊，伊的心是足歹的，二八的元凶是蒋介石啊。啊，我嘛信耶稣，啊，我那边蒋介石像蒋介石安尼想，这人性的问题啦。啊，一个，你看我。讲一个闽南人，他讲过的教会，别为着台湾人做代志。王建轩伊嘛讲伊是基督徒啊，到底王建轩为着台湾人无？无，
拢为着因失踪的人。马英九受过洗礼的人，伊讲话有诚实无？无，六三三就跳票，拢讲满嘴拢白贼。但是宗教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态度，伊安尼利用宗教，利用宗教，所以这来分析起来吼，实在是足够。来，当这个宗教分离了后，我要跟你讲宗教的语言的问题。宗教在讲神，在讲鬼，在讲天堂，在讲地狱。你若要问我鬼有影无？我这读宗教书的人哦，这个问题是有够大。各款宗教的鬼也拢不讲，不够鬼。是轮回出来，不搞功德的轮回嘛？天德、金德、阿修罗德、畜生德、恶鬼德、地狱德，不搞鬼是对恶鬼德种出来轮回。啊，台湾鬼，台湾相信道教甲民间信仰啊，台湾鬼是三魂七魄去变，人有三条灵魂哦，有三条灵魂，你有想这个问题啊无？哦，台湾鬼是人死变哦，啊，佮全鬼了了，一个人鬼也鬼。三魂之别，人死了，第一条灵魂受佛教影响，来一天过一天，第一天真光王到最后一天转轮王，去轮回转世，啊，最后饮一杯莲波茶，啊，出来地穴恁知影，轮回转世是向佛教影响，所以第一条灵魂受心化了去轮回啊，唔知变作什么，咱唔知。你若安尼爱食鸡汤，爱食鸡排，爱食鸡翅，爱食鸡尾水，滚死的。正规的规，正道的道，会去变国国家哦。啊，啊，若太过太伤济，杀生会走去地狱道哦。啊，后来要两条灵魂嘞，这先先甲你讲一个常识，互你唔通迷信。一条灵魂足好，受道教、甲民间信仰影响，要去倒位？要去阴间移民。啊，你要去移民，爱拜移民手续。民间的移民手续叫做做功德，你捌听无？拢道士咧包办哦。做功德，查甫有查甫的功德，查某有查某的功德，就做功德。啊，做功德，咱来有要去美国甲加拿大移民手续办一遍，但是要去民间移民手续办七遍，七七四十九日。啊，有钱办到百日，够钱办到对年。啊，来时代变啊，你拢在办民间的移民手续。啊！移民就像办公啊，好啊啦，无抓事啊，无好啊。啊，为靠钱啊，一大堆要来围嘞。啊，大银小银啊，准备好啊。到底证明讲安尼好，我该做的功德，做顺已经完成了。最后一招来做一个西工去，恁才有经验，恁阿祖啊，也是四大人过往的。最后来伫黄昏的身。用靠钱为水甲烧火，啊，用大银小银为水烧火，这个祖先，啊，着烧纸烛，搁啊足水烧火，拢是黄昏哦，毋是日时，黄昏的时，啊，然后做一场个西公戏，即好人好色好孙，啊，带遐看，看甲欢喜甲要死，因西公咧做戏，有人气啦，有道理啊，啊，看甲欢喜甲要死，啊，你有即款个经验无？有哦。我的外国教授朋友就问我这个问题啊，有奇怪啊，恁台湾人吼，啊明明在穿乌衫，是松树哦，啊来伫黄昏的时，啊咧 burning the paper money in the paper house， 哦，啊说落去，啊搁在安尼表演个，啊咧做戏做一个 show， 啊大家拢笑到都穿迄个 uniform 的衫，啊来表演个遐爽快遐欢喜。我讲啊，你看到这人，咱咧人，超咧人老了。我讲你当真咧发脾气啊！人移民阴间，啊，成功啊！啊，你今仔吃起啊？讲好安尼哦。恁台湾人袂歹哦，死吼会当去阴间移民。啊，我嘛来住台湾啊，吼，这是开玩笑。所以第二条英文就是要去阴间移民。你知靠钱咧创啥？死人去阴间爱用钱哦。啊，死人的钱不是新台币哦，是大银甲小银哦，就一千块、五百块的，你管得了哦？啊，伊应该是一个消费世界，啊，所以你爱伫遐甲土地公
买一块土地哦，所以阴间有土地地契哦，伊证明哦，中山北路二段几号拢总有哦，啊，啊，迄拢创好啊，才会使去住，啊，厝安尼烧火，啊，刷入去，在先后欠人甚物债，用靠钱去还哦，哦，靠钱去还，啊，还有村呢，这个四个人爱跑掉，靠钱就是阴间的指标啦，切去啦，恁知影无？啊，就去签。大叫，袂要紧，袂要紧，我这库钱要存嘞，个假货领出来，签一万、两万、十万，今日每啊十万，今日就破了了，一百万佫签无哩，啊签了拢无库钱，袂要紧，为伫对面生，那去扫房、去修好我，为库钱、为我，我永远都唔惊欠钱，所以库钱就是有一款作用吼，安尼知影吼。后来第二条连文好势，第三条连文，第三笔得了。啊，这拢总创好啊！移民啊成功啊，刷去初学，哦，换右学，然后就去读书哦，麻烦佫麻烦一遍。从第三条灵魂，这第三条灵魂是儒教的影响，有一个慎终追远，报本还始，心中对个部分那些意义啊，这个传得来出，哦，啊，若甲公妈做伙叫做养子。夹路啦，夹路。啊，若一生咧叫做新主牌啦，啊，带转来处理，服侍。所以恁中间若有拜公妈的人吼，有一条灵魂甲恁做伙徛起哦，活人甲死人做伙徛呢，这袂歹咧，这袂歹，代表讲咱对死人有哪有照顾，啊，一条都顾好哦，顾无好，若去就搞信耶稣，就变作妖鬼过分了哦，吼，一七月半，下昏兄弟就走出来哦。来，安尼三条灵魂就解决了。代表三个宗教的观念，要搁一个七别的，七别就是这个死后的尸体哦。即摆用火化，啊，这个撇的问题就解决掉，用变灰物。但是咱的传统的观念是用火葬哦，火葬的七别真费气哦，就用火山的观察，啊，甲收埋，就甲抬起来，抬起来还是没完没了哦。每年清明的煎熬，爱三节煎熬十日。扫墓哦，扫墓得搁烧大金小银，得搁去破掉尸体装扮，因为骨头撇来伫内底，未使袂记哩咯。诶，恁捌扫过墓？捌吼，恁捌扫墓吼？对，就是对撇个装扮，撇了底了。啊，万一恁若从这份墓较袂记哩，啊，第五代、第六代、第六代孙啊拢袂记哩，啊，墓地要做路，要做学校。政府就去挖，公布半年，啊，无人去参与啊。后来就变作用黄金啊，堆堆，啊，几啊粒，啊，上这堆就起一间庙啊，哦，啊，点一个香，啊，若有灵有声，就变作有求必应的有缘公啊，就走。啊，这个拜骨头的庙，台湾足济足济，金刀公、南路强公、万仙公龟、哦，万仙公吼。哦，啊，这个普渡公啊，什么什么公，什么公，哦，拢总是这款拜骨头的，就是七别的信仰造成。所以吼，哦，我讲到这的时候，互恁知，台湾人的鬼吼，哦，就是三分七去去变的。啊，这个骨头若要甲服侍吼，我来变作好兄弟啊呢，做一个人哦，全全鬼了。阴间移民迄条吼，若要甲差不差的，我那变作好兄弟啊呢。一个人十条分别个啊，这就是信用。所以基督教的鬼叫做魔鬼撒旦，种个邪灵的信用。佛教的鬼是轮回出来，民间信用鬼是死人的灵魂去变的。啊，印度教鬼，犹太教鬼，拢无同哦，拢无同。后来，安尼我来做一个，公告这是爱做一个，互恁知影的一个结果。安尼，恁已经知影讲宗教是安尼信啦，啊，啊，宗教，诶，用语，唔是科学个，宗教诶用语是信出来。我若讲着信，你若信着发生作用，哦，信就一个，哦，你若信就是一信论诶，啊，我信足济，哦，天有天公，地有道理公，啊，若甲信落，你若多信论会信拢只，拢信出来才发生作用。信有鬼，啊，才会发生作用。鬼有
看得到。啊，若无信鬼，拢看袂到。像我是研究宗教学的人，我食到七十几了，想要看到鬼，毋捌看。因为我老神在在。啊，若要看到鬼，我教恁一个要点嘛，看得到啊，唔变。恁读几啊册就较济，逐日就较读。啊，三日小人说袂使困哩，马上会发生作用，会产生迄个鬼幻觉、鬼幻觉。因为三日无困，已经精神耗损，啊，精神耗损会产生幻觉。迄、那个幻觉讲想着，哎呦，一张金蕉看出一个人，一个乌影看出高精、乌高精，有可能哦，产生幻觉。鬼的故事就安尼造成。啊，所以哦。八字经的人，民间咧讲八字经的人会看到鬼。八字经就是神经质嘛，啊，阴阳眼的人会看到鬼，哦，啊，会去魂游四海，啊，做冥王安尼做一大堆，会甲高地天修主，啊，甲玉皇上帝安尼去访问伊的天宫，他的脑筋有问题啦，伊叫做妄想症，宗教心理学的那个妄想症的人才会。啊，咱这老神在在啦，绝对袂正常人袂看到鬼，啊，袂安尼，当代志拢做一个什么款的宗教语言，通通都不会。所以宗教语言是生出来，咱这青年朋友你若真小心生出来，这甲科学语言拢无共款，宗教语言是种个象征而已，有这个协作作用。你若信落去，真侪信，像我是基督徒，我有啥物？对传统信仰做基督徒，因为我在讲耶稣的教是足简单，叫我信仰性命，叫我在台湾考得起，叫我听这个土地，叫我与神同工，哦，所以我到即马要不浪费性命呢？七十几岁人要不是也必得写文章，我今仔刚刚未记你讲得来啦，啊，我不多点就是写文章，善用生命，以造物主同工，苦得其积极人生。这基督教观察我是这几个关键，但是传统信仰不是，信了教就讲，哎呦，唔通惊街头哦，惊街头吼，要看积极哦，看积极哦，我将来就上西天哦，啊，都讲唔免做民主运动啊，啊，是不是？这宗教吼会影响咱的政治态度哦，啊，若信三民主义教，我这个，那讲起反政府的言论，哦，这不爱国不爱国，啊，党甲国都分得开，我。唔是无，哦，即若要分析起来吼，哦，有搁较深的我无要讲互你听，较浅，安尼小可讲几项互你听，互你了解。现在啊，要分享分析，咱是五十分为完结啦吼，安尼好，互恁轻松一下吼，后半段接过来。宗教问题讲未完哦，讲未完，有真济丰富的内容，好。哎，李总，经理，不错，不错，又跟总监，台湾应该是，台湾台湾，我在做什么？